我出家的时候，在台北圆山灵济寺有一个老居士，年岁比我大，学佛比我久。这个寺院里头有个念佛会，他做维诺，你看临终念佛啊，到最后啊，他没往生啊，临命终时，大家给他助念。啊，他跟大家讲：“你们不要念佛送我，我不喜欢。”又搞轮回去了。那到那个时候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无明烦恼习气太重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放不下嘛。所以这个放下了，现在就要放下，不要等着明天、明年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断烦恼是真不容易啊。啊，那凡圣徒怎么去烦？凡圣徒的时候，这一句佛号能把分别执着控制住，像石头压草压住，有没断，哎，但是它不起作用，这就行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在往生那一念，最后那一念，你一句佛号，心里还是一句佛号，没有其他的念头，你往生。啊，最后一念呢，你想着别的事情呢，那你就回六道来了，你就去不了了。哦，这个事实真相非常重要啊！你要搞不清楚的时候，往往这一生就耽误了。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。那平常念佛时，平常像练军、练兵啊，临终那一念的是打仗啊。啊，所以很多人平常念得很好，念了一辈子，临终不行了。啊，他有牵挂放不下了。我见到啊，啊，我出家的时候。啊，在台北圆山灵济寺有一个老居士，啊，年岁比我大，学佛比我久，啊，这个寺院里头有个念佛会，他做维诺，你看临终念佛，啊，到最后啊，他没往生。啊，临命终时，大家给他助念。啊，他跟大家讲：“你们不要念佛送我，我不喜欢。”又搞轮回去了。那到那个时候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无明烦恼习气太重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放不下嘛。所以这个放下了，现在就要放下，不要等着明天、明年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这个老居士，我们平常很尊敬他，念佛念得好，你看能当维诺临终，最后一招，这不行。啊，没有真的放下。所以由上可见，全经胡论在一实相中，这个胡论是完全的意思，完美的意思，完整的意思啊，全经字字句句都在实相里。这话是真的，故云以实相为体性也。啊，说这些没有别的，让我们相信佛说这部经啊有理论依据。
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那一般呢，是从自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。这样讲也能讲得通。啊，幕后这一段，举本经里面经文做证明。啊，又本经，德尊普贤品云：开化贤士真实之际。真实之机就是自性。啊，开始教化众生。啊，贤士真实之机。大教缘起品云：于真群猛会以真实之理。啊，佛说这个经，群蒙是一切众生，佛帮助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他离苦得乐。啊，离苦得乐讲到究竟处，你不离开六道轮回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离苦。我帮助你升天，天父想完之后，你还要堕落，这个不究竟呐。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你出不了设法界，你没有得到真路。啊，所以佛帮助众生，真正只有一个目标，帮助你脱离设法界，往生到一真法界。啊，这个问题才真的解决了。啊，这个十报庄严图啊，也叫做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个地方的居民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那是什么世界？佛的世界。啊，到那个世界真的都成佛了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啊，他们能与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啊，感应道交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怎么会感应道交？我们初学佛的有这个疑惑，这个疑惑搞了几十年呢。那我们去向老和尚大德们去请教，他也讲不清楚啊。几十年的学习，慢慢慢慢就体会到了。啊，这是自信的性德了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性德。常寂光，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那个五句话，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啊，这句话讲清楚了，但是我们原先不懂啊，听不懂这话的意思啊，啊，自性里头样样具足，没有一样欠缺的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通通在里头。但是它不显，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屏幕一样，我们没有开开，啊，只看到一个荧幕，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。这个事你不能说它没有，
第一岸频道不就说来了吗？啊，他是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啊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。那么，他印的时候会不会现呢？印的时候会现。啊，怎么现呢？感应。那这个频道谁去按呢？那个感的人去按。他印是自然的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感的人，啊，求佛菩萨了，来保佑他了。啊，所以这一念心的时候，这是感；他印的时候没有心。正如同我们现在的比喻，实在讲，比喻只能比喻个方法，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到好处，那做不到的。啊，就像是做了水试验一样，水是矿物啊。啊，我们对他起个念头。啊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他接受了。啊，他反映给我们的时候是很美丽的结晶，让我们看。我们给他传个另外一些，我讨厌你，我恨你。啊，他又传个信息了，很丑陋的东西给你看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谁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他怎么会？啊，佛在古时候啊，有用这个钟鼓做比喻，啊，他认真敲钟，你有意思去敲他，他就会响。啊，你敲得重，他声音大；敲得小，轻，他声音小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他有没有分别执着？这自信的那个反应，要感应的。就像钟鼓一样，他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大扣则大明，小扣则小明，啊，真的没有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这个道理是，因为自性里头有见闻觉知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受想行识有生命啊，弥了从自性变成阿赖耶就有受想行识，将来转世成智了，阿赖耶受想行识就没有了，色受想行识都没有了，就是回归自性。啊，这个的确是很不好懂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啊，现的相全是幻象啊，千万不要当真，当真你就错了，当真就造业了啊，业有染业，有净业，有善业，有恶业啊，果报就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佛对一切众生真的啊，是给予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啊，真实上是叫你明心见性，叫你回归于自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。陀佛，阿弥陀佛。